怪怪的，不然我坐这好了。我没有带别的线了吗？这个袋子要找到看吗？看一下。有没有人已经到了？我觉得这刨冰包我们可以自己拿来用，不用等着给手机用啊。可以吗？等我来。破了。谢谢你的水。你要相信世界上有一群人愿意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。刚刚的第一名是谁呢？土耳其的第一名，这是谁啊？第三名是老狼啊。第一名这是谁？ Playful Spirit。 这字是灵感吗？Bardor 是谁？安安雅各，雅各，雅各做事，雅各我都看不到聊天室，雅各快救我！这东西好硬，真的拿来。还是那种两感贴比较。可是两感贴。不是真的两。有没有人到啦？他今天真是保镖，保镖，你知道吗？马内桑，到了又走了。好，你最后决定不进来是吗？啊，好可惜哦！怎么办？你的失落，我可以透过文字感受得到。啊，四海游龙娃娃与小朋友们。我们刚刚说要去做饼干，等一下去做饼干，帮手机冰敷一下。你去派出所弄票，等等再找我。好。小薰会帮你吗？去派出所怎么弄票啊？没关系，老陈。你要需要报失窃、那个婚仪式之类，然后再用购票证明进来之类的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？票需要这样，就是如果你票没有带之类的。你这太远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你以为全世界有人知道你在哪吗？只有你知道你在哪而已，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我是不是应该补个粉？太还是蛮热的。我真的是很少会带补妆的东西，除了口红、眼线之类的出门，但我今天带了，带了蜜粉。你会说日语吗？少し日本語ができます。少し話せます。为什么这么问呢？どうですか？どうして？どうしてそんなに？来ますか？真的蛮厚的。粉吗？我是敏感哦。对，我觉得我有点敏感，因为我看不到我自己，也不是看不到啊，就透过镜头看不准。我有镜子，它的酒加的蛮厚的。
口可以干，可以怎么做呢？他是谁告诉你可以这么做的？上网查的，还是？我想知道这个，知道可以做这件事情。你不会想跟 VIP 证合照吗？你不觉得拿 VIP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尾巴翘起来的感觉？尾巴甩甩，我才没有很开心呢。嗯。他们在讨论画面。躺着看台是，当然是你先睡着啊，我会播到很晚。今天可能没有室内台了，今天恐怕是不会有室内台了。优越感，我倒不觉得是优越感，因为优越感是觉得别人比较差。是看到你啊，来来来，我去领了退群帽帽，只要打卡免费可以拿下，我一跳，也不错哎，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。